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开箱的玩具是 Stone Collectible 1:12的可动人偶，然后这一只是真人快打的 Rain。那我们在也是同样是今天已经有拍了艾尔马克的开箱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也算是整个真人快打忍者系列的尾声哦，那个我所以这算是我的 Part Two 哦，忍者系列的 Part Two 哦。那刚刚 Part One 是艾尔马克，那我们 Part Two 来开 Rain。好，那这只 Rain 呢？这 Rain 大家不知道对它的是否了解了哈？那其实它在网络上的资料其实非常少啦。那我大概有印象知道的是说它是伊甸园这个伊甸界啦，不是伊甸园，伊甸界哦，因为他们真人快打有分外部世界还有。还有什么地下界？好，我真的也有点复杂哦。好，那这个它就是伊甸界的一个，好像里面一个王，一个国王里面的王子这样子哈。然后，但是他国王被少康杀掉了，然后之后他为了忍辱偷生，变成少康的杀手。好，他大概一整个，那这边就有简介了哈。他一整个就是。其实他就是算是那个少康他你底下起的一个杀手然后对，那他是这个角色会比较不是正派的，不像这个艾尔马克，他虽然也是受少康控制住的，但是他之后有。因为有一些影响，别人给他的一些影响力之后，他就由邪转正了哈，是非常酷的一个家伙。对，那他通常，因为它里面是包含很多灵体在里面的，哦，前身就是非常多死灵在他的里面，所以他并有时候在称呼他自己的时候是称我们哈，或是。就是英文就是 we 哦，us 哦，our 对。OK，那再回到这个 Rain 这个部分哦，那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哦。好，那他的功力呢？他的功力就是属于你看他的名字就 Rain 嘛哦，所以属于水啊跟雷啊哈，所以他的招式就有水波、水球波跟那个闪电。好，那我们来就是直接开箱了哈，那为什么要留在开箱呢？对，其实我可以打开来自己玩的啦。那我还是喜欢开箱哈，就是那一刹那的开心跟那个喜悦感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这一只我买的也不便宜啦。我是跟那个比较紧啊，起。我是跟那个艾尔马克一样，是从外国网上买下来，所以比较贵。那最近买完之后才发现说，台湾有一些玩具卖家已经有进这一只了哦，而且他们价格进得非常的便宜，就是差不多在价位在两千，就是他们当然进的价格是有打折过的啦。然后那他贩售的价格是2350台币。台币啊，那我一定要讲台币啊，因为我有一些收视的一个观众是大陆朋友哈，还有各地的朋友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单位加上一个台币哈。那好，OK，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哈。那我觉得这一只紫色的也是还蛮酷的了哈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照惯例哈，用倒的啦。OK。好，那这只人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啊。这个他们这只人偶已经出了，道瑞的话应该算是第6只了哈。那这只的品质用他们都还不错。那他们因为是同个树体嘛，所以他们那个就是大腿这一部分哦，内侧的这个
关节还是属于最早的圆球状的一个关节哈。那这种关节其实也不错啦，但是它很容易磨得耗损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我第一次买的这个忍者是蜥蜴人啦，哈。我第一次买的是蜥蜴人，对，那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忍者真的关节真的是摆动的一个，就是一个幅度，就是范围哈，幅度哦，就是非常的灵活哦，你不要刻意去摆动什么，它都是很，它都做得到了哈，论据非常的广。那这只，你看它后续的快打旋风，有些动作其实是做不到的。那这只忍者，其实这系列的忍者，他们真人快打这系列的忍者，他们那个你要做什么姿态，大部分都办得到了哈。那它这个零件哈。这个零件手的零件我就不多说了哈，就是相同的零件我就不多说了哈。它这个一样都是附一对的哈，但是它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说，好吧，我们先还是介绍一下，因为它这只有点不一样。它这个配件这一对手就是好像要龙爪手这种感觉哈，然后再来就是。手刀的手势啊，或是早安，早安的手势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，就是那个虎爪的手势啊，虎爪的哈。然后再就是一个握棒的哈，拿东西的手势啊，靠秋千的手势啊。然后那。另外一个就是连接手的一个水泼弹、水弹泼、水球弹、水球弹啊、哦、的一个连接，一个连接在他的手的手势哈、哦。那这个手势应该是跟这个是一样的。应该是就是，对，借着这个模组下去制作连接的哈，水波弹就直接粘上去了。当然它不是粘的，它是粘的吗？它感觉是一体成型的。对，它是一体成型的，它不是说可以拔的哦，它是一体成型去制作的，好吧？OK，水波弹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口罩了哈，不同另外一种口罩，比较旧版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雷电、闪电、雷击，好，随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好。好，那像它这个石洞有些零件哦的诟病就是放久了它会好像 gooky，或是说。氧化之后，它会软掉，啊、哦，然后像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还没拆开，就我担心它的配这个闪电的配件就是会鸟掉这样子，时间久了就鸟掉。但是这个材质呢是属于有点硬，ABS 的啊，属于有点 ABS，就是所谓 ABS，就是像乐高那一种比较硬的塑胶的材质啊。哈，那它这个感觉有点像是 ABS，而不是 PVC。PVC 的话，就是材质会比较软。这个我们雷电可能还是要看说明书啊，不然不知道怎么装啊。好，那我说过，我说一直在讲说，就是。它这个真人快打的，目前的我觉得吸引人家去购买它哦，通常就是因为它的配件很有趣了哦。
那它这个配这个装的感觉就是没有一定的装法啊，你想要怎么装，好像就可以怎么装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它底下的，它底下插的地方其实插孔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插孔其实 size 是一样的。我自己在想说，你要怎么插应该是没问题，因为雷电没有一定的规则，是不是？它这个很尖哦，它这种像这样玩具是，哦，当然已经注明好了，就是十几岁以上，17岁以上的哈、哦。对，如果这小孩子是真的是不要碰到，因为会刺伤。我这样抓都有点刺进肉里面去了、哦。它这个雷电这个，还有不知道怎么装。你总是要一个装的时候要出力，总是要一个辅助一个地方，是抓不到辅助的，都是被它雷击的地方刺到。但是这有些地方真的很尖哦。老实说，真的可能要照它说明书去装了，不然你看我装的有点鸟啊，东倒西歪的。那这在组装这个雷电的时候，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插花，你知道吗？有那种插花的感受。要怎么插怎么摆呢？哦，这束花呢才比较好看呢，这样子才哎，而且这很像枯树枝哦。那我大概组装的它的雷击就这样了哈、哦。然后也许要一个角色这样。塞在中间，然后被它点这样子，每次都是磨蝎啊，因为这个是大坏蛋哦。当然，挺他的人不觉得他是大坏蛋啊，但是如果说你是站在绝对零度的立场来说，他是大坏蛋。那这可能要花点时间去瞧他了。去研究怎么摆，怎么去垫它会比较真一点哈、哦，比较适合哈、哦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哈、哦。我是说它被垫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啊。那这是真的很尖哈、哦。真的把玩要注意一点，然后不要被它刺伤。那我本身有，其实我觉得真人快打它还有出另外一种版本，就是血腥版本的嘛。那我觉得血腥版本，好，边讲的时候边换一个。我觉得血腥版本也是算是可以完整呈现，可以完整呈现这个。真人快打的精神，然后对，所以如果说购买血腥版本的也是不赖，因为那玩起来才过瘾啊。然后他这个手只有一个，就是水波弹的手势只有。一个哦，只有在右手而已，那他没有左手，所以你如果要玩的时候，可能就只能某个角度而已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来少康，因为刚刚有提到少康，所以我们就把少康拿出来比一下哦。那这个少康，他就是一个大坏蛋，他是好像是二代的大坏蛋。二代的，那一代的大坏坏代
大坏蛋是上中啊，然后上中应该说你必须要打 Goro 才可以打上中，那第二代就是你要打金太郎才可以打少康。哦，我意思是说，像您玩快打旋风二代的时候，你必须先把萨卡特打掉，然后才可以打到将军的意思是一样的啦。哦，那第三代大魔王还是一样是少康，然后我不清楚说他的第二个大魔王是谁了啊。好，对，那这个人偶哈，刚刚有提到这个人偶，就是他的摆设的非常的棒啊。那其实像他如果不要这只手哈，他像他这种摆设像这种，这样的摆设哈，其实是做得到的，而且它可以站的，看到没有？站起来了，单只脚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角度，这个劈腿的角度非常的帅。帅吧？因为它的硬度很，就是它的关节的硬度现在就是有，就是我觉得后续的 Stone Collectible 的人偶都有加强这方面，对。对，那我现在就是 Rain 啊，接下来等一下还要开 Smoke， 为什么我要赶快把它开？因为接下来会有 Goro 已经出来了。那台湾地区已经有收到，但是我还没收到啦。对，可是通常收到都是水货进来的啦齁。哦，对，那其实水货跟代理在台湾是没差的啊。当然如果说台湾代理有看到我的影片可能觉得很不爽，但是事实上不就是这样嘛齁。对对对，也就是我也不是趁机酸一下代理啊，不是。啊，只是说现实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以玩家的心态就是我先拿到就是王道，对不对？我先拿到玩具就是王道，我不管它是水货还是怎么样。对，通常水货的品质，它可能是比较是优先给日本、香港的哈那种水货，所以在文字上面它比较不算是海外版的。对，啊，当然我可能讲有错，但是这是我个人经验，嗯，好，我可能讲有错了哈，那讲错可以欢迎留言指教哈，那就是指正都没问题的哈。好，那我再说到这个人偶，其实你会觉得说怎么只不过换个颜色而已哈。那像这个人，他人物他有人物的魅力啦哈。那我觉得他们忍者他们就是做的比较细一点，所以他们摆动的姿势可以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广哦。然后他们虽然长得很像，只是换个颜色，但是他们你去了解他们的故事背景，会觉得这个人这个这样的他们是不同的，然后他们的背景故事是非常的有趣的。对，那我通常在那个在准备开箱的时候，我都要做一些去了解、去做功课啦。嗯，当然也不是说有时候为了开箱，有时候真的是想要知道这个人在干嘛。那 Stone Collectible 算是引领我到我去了解真人快打这一块电玩啦。那我真的玩他的机会也没有啊，因为对我也没有玩电玩的习惯哈。那之后可能对，当然以后我就不晓得，也许有一天我突然很想要玩真人快打的电动，对不对？我就去买来玩了，也是有可能的啦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
有时候开箱也不知道该讲解什么了哈。他的头摆动，手的摆动哦，然后我觉得该讲的应该都大概都就是这样了哈。对，好，有时候开箱就是闲聊一些有的没的啦，把一些自己知道的事情分享给大家知道。好，那我们的 Rain 啊 ，Rain 的这个 Rain 的开箱啊，可能就到这了。然后，Rain 它这次的配件呢，它没有像那个艾尔马克一样，这个的，它就是有这种血腥的配件哦。但是它 Rain 的配件就是有水波弹跟水球弹跟那个闪电，这是它最完整的一个这个配件了哈，就是它的公式有两种，比较特别的公式就有两种，就是它的这个波动它的能力啊，就是两种哈，所以还算给的还蛮完整的了哈。OK， 那今天这个 Rain 就先介绍到这了哦。